大家好，我现在为大家展示一下医院贺卡的组装方法。首先我们看一下配件，这个推拉杆，这个机芯，这个 EVA。 然后第一步，我们先把推拉杆固定在贺卡的折页地方。推拉杆有两个缺角，对应在贺卡的折线处。好，贴好。然后我们把 EVA 取下来，贴在我们对应的吸线定位里面。然后第二步，我们固定机芯。固定机芯的话，我们先把 EVA 撕开，稍后粘上去。我们注意一个地方，就是卡这个五金的时候，我们要先试一下这个角度。正常我们是90到100度左右是可以触发就 OK 了。然后固定好，我们先试一下，固定好之后我们再把喇叭贴上去。第三步开始打胶封贺卡。打胶的话需要用到热熔胶跟胶枪，然后我们沿着这个虚线里面去打。打胶的话一定要均匀，一定要均匀快速，以防这个热熔胶干掉了。避开这个推拉片，然后打完之后立马去封，趁它现在还热嘛，趁热打铁啊。封好，注意看一下周围有没有爆胶的地方。我们因为它没有那么快干，所以我们要用手捏一捏。好，封好之后我们试一下功能。我们试一下，打开合上都 OK。 好，这样就可以开始包装了。好，本次视频就在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